心有灵犀的规则是，每队五名成员用隔板隔开，第一人演绎题目，依次传递给下一位队友，最后一位成员猜题。啊 ，SMG 女团计时开始。六个字，一个字是这个，然后第二个字是我的名字，第一个马，第三个字就是牛马迪斯科，然后第四个字就是不，第五个字是你坐在那儿，然后有一个男生过来，然后第最后一个字就是够不到，远，完蛋了，怎么办？好，时间到，来下一位，六个第一个字摇晃，和第二个字是一种动物，摇。马，最后一个字是，然后第三个字是，第五个字是对面男的走过来。好，开始下一位的表演。这个风暴已经出现了，六个字，我现在告诉你里面的元素，你自己去组合。一个是这个，一个是一个是已经摆烂了。然后什么送？好，时间到，下一位。他说有六个字，第一个动作是这个，第二个字是别走，然后第三个是摇推，还有摇推牛马，说的是元素，这些是元素。还有没有？好，时间到，来，我们请第五位队员来到舞台上。不对劲，这个事情不简单。事情不简单，我们的时间一点一滴在流逝哦。你要不先说出一个你大概想的答案？真的连答案都想不出，那就第一个就是错的。等一下。要不这样，我们请第一位成员再给你演绎一下哈。来吧，再来看，好演，你快演。第一个字，吹，哭。第二个字，门牛。错了，这回顺序是真的错了。吹牛，老师，老师，我知道了。第一个字，风。哎，你别告诉我。接下来第一个字风啊，那第二个字呢？第二个字我名字的第一个字。哎，等一下啊，然后第三个字。快点牛，风马牛不相及，来计时结束，